我们不可以动手是吧？不能打人吗？可以拉他们，击倒他完了。我说先让他们上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把那个周掉，然后我希望我们的队员也在上面一起直接周下去，然后我们再尽快的再上去。我们商量的就是说，让我和钟丽缇缇姐先上去，他们两个人在底下负责帮我们做掩护啊，做保护。要赢是第一关键的，然后我就是留意了一下 Christy， 就注意她穿的呀，合不合身，没走光什么的，注意点安全。红白两队准备好了吗？快点，哥哥等不及了。这个浮板呢？试图想往上爬，但我没想到阻止我的竟然是伟彤，我以为是个男生会来拽我的胳膊。来个人帮帮伟彤，帮帮伟彤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。大家考虑一下你们的战术哈。看到红队呢，现在是调整了战术，选择。主攻手是曹云金，刚说完。焦灼的局面，什么情况？我们目前各就各位，松开手，我们从这一刻作为起点，重新的争夺这个。不行，要不从此。